怎么啦？我们丢的玉米啦。玉米。这盒里面有什么呀？羊排。羊排。烫。嗯。小玉米要吃。嗯。茭白胡萝卜、西兰花、米饭。我可以吃吗？哎，吃。等一下，没有带兜兜来。我们换一个吗？迫不及待。我吃吗？我也这个样子的。没人搭话，自己也要说两句。主菜环节。还什么呀？嗯，羊排真好吃呀！真是个小花烙。刚才我在干什么？蔬菜专场。你吃，你吃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们再加一点吗？再加一点什么呀？再加一点。须饭，大菜，海苔，肉松，最后拌饭收尾。搞定了，收拾一下。嗯